一、理解。说实话，医生写的字难辨认，能理解的，因为接诊时间短，病人多，大部分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未必有能力耐心完成这种速写，能帮你写病历，我觉得已经是很好了。医生也和我说，字写的你看不懂很正常。二、疑问 2.1 进一步明确用法、用量、注意事项。首先，部分病人是长时间累积的病情才来医院就诊的，匆忙的医疗环境下，医生是不可能和你一一细致交代的，医生飘说的重点你都未必能记住。听某位医生聊起某个病人复发或者病情加重，肯定是没按医生的吩咐用药才导致这样的局面。举滴眼液为例，病历上是写的右眼的拉丁缩写，医生开了五种药，首先手写记录病历后，然后将用药方法和病情大致情况讲于我，这可能和我焦虑的心情有关，我还是记不住。医生看我一脸懵逼的样子，又吩咐取药后不懂的地方再来找他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例如击打的处方用量写的有矛盾，比如一滴打印显示为 1ml， 应该是药品信息目录维护有误，用法是滴用。医生在帮我示范操作一次之后，我就知道具体用药步骤、用药间隔时间了。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简单的操作应该自己学会，但初次就诊，医生的操作真的对我有帮助。当我复诊的时候，另一位医生提出帮我滴药，我自信地告诉医生，我已经掌握用药步骤了，谢谢医生。然后药物过敏史，病历上填的是否认，但是患者对医疗认知的情况有限，单纯的填否认，具体用药，可能仍需医生进一步判断确认。 2.2 加深对病情、诊断报告的了解。大医院有时候排队，就得等一个多小时。当医生开具检查项目单时，你需要在医院中午休息后，下午门诊开放时再做检查，拿到报告后再询问开单医生，医生会告诉你他下午是否仍在诊室。如果你改天再做检查项目的话，就很可能那天医生就不值班或者挂不到号。有时候你在意的数值，医生认为大致还是正常的，有时候你会卡壳或仍存疑虑，比方说有的问题你当时应该向医生提出来，或者是就诊后才想到的问题，例如这个眼药水我该用多久，处方和病历本都没有说明，那就得等待下次复诊的时候找医生确认。出于对病情了解的不足，我会咨询医院的互联网医生进一步确认，帮助分析报告、判断病情、解释不同诊疗方案的区别、解释用药的注意事项。在就诊前也会先用记事本记录一下需要咨询医生的问题，但当你真正询问医生的时候，时间还是很仓促的。我看了下每个时间段可挂号的数量，预计每个病人的接诊时间大概是7分钟左右。部分病情信息介绍是通过互联网检索的，有的家长也会拿孩子的检查报告向大医院的互联网医生咨询，因为做的是相同的检查项目，这位家长与医生的交谈内容与我也有帮助，才发现家长真的是为子女谋求深远啊，尽可能的预防，减少疾病给孩子可能带来的身体损害。后记，不知道医院有无门诊的电子病历系统，可以在系统设置疾病模板吗？例如这个科室的病人大概的病情的种类，提前写好模板，用药注意事项。如果担心软件不够便捷灵敏，可以和软件方协商吗？确保医生们能省时省心省力地完成书写病历的工作。